写的三大圣湖之一羊卓雍湖，看看海拔多少高。哇，4677。刷记录了，我要照一照。来来，你再照，我给你照一张。孟鹤堂之前人生最高纪录2000多米，直接翻倍了。3、2、1，人生的新纪录。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又破了一个纪录。咋说？牦牛肉我没吃过，它比较扎实的那种，脂肪比较低的。因为你说比较扎嘴，是这种牛。但如果没有吃过牦牛肉，我建议你一定要吃新鲜的牦牛肉。那好吧，那就有一头，我过去咬一口。